所以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音乐。我们这个团有个特色，就是很喜欢每礼拜二在工作室的时候乱弹乱唱，把当下的感觉唱出来。那我们前面开始会很轻快的感觉，那等一下会唱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对，那你等一下就听好不好？因为我们都会稍微慢一点，对。但是最有安全感的事情，就是在不安全感里面找到安全感。哎，不好笑，对不起。掌声一下。
二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找自己》。这首歌是陶喆的一首经典的很开心的歌曲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在这种空间不可以把它唱得太嗨，可是要唱内敛，有感觉。那期待每一个人，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，什么时期的，什么样的乐风，其他的音乐的国度里面，你都可以找到自己。三十六十六点六度，快要疯狂，我的眼珠忽然是大雨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十四天的折磨，完美的变成了宇宙歌。彩虹下有一颗大星，大树上有一颗苹果，咬下一口我就全白。自己会唱的举手一下，会唱的举手一下，挥手一下，好，全部都会啊。哇啦啦啦的天在下雨，哇啦啦啦啦的雨在哭泣，哇啦啦的滴入我的心。双手举起来唱，歌不说我只会妄想，歌不说我只会妄想，哇啦啦的让我见面。是在我的故事，你是雨滴滴答答。